干嘛啦？高明步醉人抱走，醉人抱走之后就海岸线凝视明月，好高贵，南部良夜。好啦，最合集啦，排最外档嗰匹啦，爱艳啊！好啦，爱艳都入埋，尾场赛事阳光锦标入晒集，随时起步啦，准备。一起步嘅時候咧，咪出得快少少咧，好閃亮啦，同埋咧就南部良夜就快啲嘅。咁內檔嗰邊就好聲好氣啦，跟住出嚟就海岸線啊，外檔埋跟住就嬌嚟喎，馬群中間就有好真實嘅，跟住仲有隻醉人抱走，然之後嘅馬啦，先見到咧凌視明月咧，咁啊再跟住咧仲有隻好高貴啦，內檔嗰邊咧就高明步啊，然之後就朗天啊，飛時測佢啊，咁啊暫時後啲嘅馬咧，仲有咧就進和真啊、愛豔啦，暫時呢對就比較後啲嘅。好，第一次入嚟直路嘅時候啦，咁前邊咧暫時咧南部良夜咧果然就帶緊頭嘅，嬌嚟亦都上翻嚟第二位啦。咁啊喺內檔第三位就好聲好氣嚟噶，咁啊暫時咧得佢一匹貼住欄嘅啫喎啊，因為外檔咧仲有馬埋緊嚟嘅，咁呢一匹咧就好閃亮嚟嘅。跟住仲有海岸線啦，然之後就醉人抱走啦，咁啊中間咧仲有咧就呢只嘅係好真實啦。嗱呢啲就後邊啲嗰啲嚟噶啦，就進和真啊，咁暫時最後咧仲係外豔嘅。好，第一段直路咧都差唔多跑曬噶啦，咁啊轉第二個彎咯喎，帶緊頭只南部良夜，哇睇嚟帶得好遠下嚇。我嬌嚟都喺第二位嚟嘅，咁伏住第三就好閃亮啦，跟住第四位就好聲好氣嚟嘅，呢四匹睇嚟就比較前啲，咁啊睇翻咧前邊咧究竟帶幾遠啊？哇，原來喺度搞緊大圖啊！呢只南部良夜咧一帶咧帶咗成七八個馬位前面嘅單騎帶嘅啫，咁啊第二位嗰只嬌嚟咧暫時都距離好遠噶嚇，咁第二、第三位嗰啲咧個距離亦都好遠喎，成七八個馬位嘅嬌嚟之後咧先至。見到咧，仲有好聲好氣咧，暫時應該都仲貼住欄嘅嚇。咁而家見到啦，咁外碟走咗上嚟嗰匹咧，就好閃亮嚟嘅。咁再跟住個馬咧，仲有好真實啦，海岸線啊。然之後咧，醉人抱走啊，托個風鏡啦。咁外檔嗰匹咧就叫做高明步嚟嘅。咁再成四五馬位之後，一甩開另一堆喎，就好高貴啦、朗天啦、凌視明月啦。咁啊，再跟住仲有隻飛時測佢啊。然之後呢匹咧就進和真嚟嘅。咁啊，暫時喺後邊嘅馬咧，仲係外豔啊，頭五馬距離咧十四個馬位都有噶啦。好啦，跑咗咧接近一半途程嘅時候。前面南部良夜呢匹大圖馬咧，暫時都仲帶住五六個馬位嘅，守住第二位咧，暫時仲係嬌嚟嚟噶，咁啊成哇成八九個馬位之後咧，見到有馬上嗰啲啦，就好閃亮啦，咁即係好聲好氣都褪褪地噶啦，中間就海岸線嚟嘅，咁再跟住個馬咧，外檔走上嗰啲啊醉人抱走啦，連達明嘅凌視明月咧，呢個時候咧一抄就抄出外檔啦，睇下追得幾多啦，入到嚟之後直路嘅時候，前面南部良夜咧已經俾只嬌嚟過咗噶啦，呢個時候咧就好閃亮，外檔兜上嚟第三位啦，出邊上緊嚟嘅馬咧，仲有咧就。呢只嘅好真實啦，然之後就凌視明月嘅，再百零米嘅時候，前面咧只嬌嚟仲帶住兩個幾馬位嘅，後邊咧就好閃亮嘅追近一啲，再追近一啲啊，即係好真實嘅啫。咁睇嚟前面嬌嚟咧攬攬下咧，有機會都帶到啦。咁呢第一名咧嬌嚟啦，同埋咧就呢只好閃亮就好近嘅。咁第三名咧睇下咪仲係好真實啦。哦，走走下都亂曬龍咁啊，大家都好似跑緊障礙賽咁啊，早段都甩開曬咁。凌視明月就好遲先可以攤得著嘅喺外邊。嬌嚟放到啦、啊、第二就追唔到啦，應該都差少少啦，就好閃亮啊，追咗好多噶啦，已經係。佢有三千氣量，已經兜咗，佢、都跑咗咁上下氣量嘅賽程嘅，喺度走外邊。哇！早段分到三堆馬跑，四堆添啊！其實後尾嗰只都係斷開嘅。好，咁啊睇下衝線嗰度啦，追一隻啫咁啊。第三嗰度咧，睇下凌視明月，即係話係只好真實啦。五同十啦，睇下追唔追到啦。前面有前面影，第三呢唔係好真，都隔好遠噶啦，已經係。你見阿胡奇龜睇都知道都追唔到，趌高咗身啦，最後嗰步都。第三反而會唔會近啲咧？第三就睇下十會唔會揼到落去。係啦，因為好近嘅兩隻。哦，咁十先啊，咁就凌視明月先啦。啱啱就追到就好真實。好啦，咁啊，結果咧就嬌嚟啊，騰江右界就食咗尾虎。咁啊，胡奇都盡曬力啦，冇辦法啦都。就估就估咗呢個南部良夜係走噶啦，不過冇諗佢走到、走到咁緊要咧。咁變咗嬌嚟就自己跑自己 pacing。好啦，雖然暫時就要影相嘅，但係睇嚟尾場賽事啊，陽光錦標嘅頭馬咧，應該就係十三號嘅嬌嚟。
啦，福榜完畢第七場啊，跑第一名嘅十三號嘅嬌妮啊，獨贏派161蚊，位置派46蚊。第二名九號好閃亮，位置派20蚊。第三名十號零視明月，位置派23蚊。第四名係五號好真實，連贏九搭十三派542蚊。二重彩13號九號順序1354蚊。三重彩13號九號十號順序派6221蚊，單天係派978蚊。位置 Q 九搭十三169.5。十搭十三191.5，九搭十71.5，四连环五九十十三啊，派2413蚊。四重彩13号、9号、10号、5号顺序派74019蚊。三宝啊，正奖啊，派2376蚊，安慰奖派106蚊。賽事完成時間2分36秒2。頭馬贏二馬，馬頸位二馬贏三馬，五個馬位。好，日本二千堅尼大賽賽馬嘅賽事咧，七場賽事我哋今日睇完啦。哇！記住呢匹新星嘅名咯，好犀利喎！初日高升啊！仲要恭喜曬橫山武士先啦！你睇翻嚟幾興奮，希望嚟緊兩關都見到佢即係再贏落去啦。嗱，我哋今日嘅賽事之後咧，就會隔一段時間咧，先有下一次嘅羊小波賽事啦。應該都係英國二千英里大賽啦，去到5月歐洲嘅三冠頭關開始。係啦，咁啊，在此之前咧，冠軍賽馬就好快到臨㗎啦，大家留意翻咯好啦，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夠啦，去到下次嘅越洋轉播賽馬嘅時候咧，再同大家見面啦。拜拜。拜拜。